香港重視開放、多元，任何人都可以持不同的意見，而法援署作為公營部門，亦都應該接受社會的監察，對批評持開放的態度。但我必須再次強調，社會人士就法援制度或者法援署提出的意見，必須要建基於事實，並且充分理解法律援助是維護香港法治的重要一環，而法援署亦都必須依據有關的法律，一視同仁地處理申請的個案。任何無理據的指控，只會削弱法援署的公信力，從而令到公義不能彰顯，亦難以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憲制的要求。當然，每一個機構都是需要與時並進，樂於聽取意見，採取完善的措施，以更好達至它的既定目標。我深信法律援助署亦都是不會例外的。